孔老师，我真的觉得其实您一来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啊，但是您来了我就特别想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唱首歌。没问题。真好，唱特别好，唱出我们的心里来，就是人到中年，人到真唱的出心。对，而且我要告诉你们，磕磕绊绊，这就叫实力派，到了中年了，现场唱啊，这真是实力派，太厉害了，真的，你的歌声还永远在我的脑子里边，真的，我要是女的，我也跟她似的，也在追你。所以今天疼吧？今天特别高兴，童老师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，对，这个权和权力我才知道哦，权力媳妇是童老师介绍的，对，那么也特别希望童老师以后多来我和王导的节目啊。好好，掌声欢迎一下童老师，再见。来，两位继续。哎呦，你们真行，我都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，后面的你都不会想到的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他们不会请我，他知道我太忙了，而且呢，我也很少上娱乐节目，对啊。好的，两位，请问。下一个你们希望见哪一个房间的嘉宾？咱们啊，隔一个吧，隔一个，三号嘉宾，三号门，请提第一个问题。还是男的女的？没想到他把通天心弄来了，这我估计啊是女的了。哎，男的女的呀？男的又男的，男的咱俩。你们让我说，你让他回去吧，换个女的来吧，你让他回，你走吧。就是、啊，我不认识。就是啊，那还得问。你俩说话还是留点神吧啊！哎呦，那说不定是杨队长吧？有可能。第二个问题，男的，您岁数多大了？年龄段。我还年轻。我还年轻，但岁数肯定。我还年轻。他说，要不就是年轻，我还年轻，这就是在70岁以外了。对，咱俩说还年轻。对，我都60了。我再问问。第三个问题，你的专业是不是杂技？对，对吧？咱俩干过杂技，你是不是杂技专业？杂技。挨边，你看这不对了吗？你就别说，我也不问了。杨队长，你出来吧。杨文确认吗？啊，确认吗？我确认了。你们这么这绝对吗？绝对百分之百。你俩，站着别动啊！刚才那动作，回去吧。来，再做一遍，来。别回去，来嘛，来呀，就是啊。
欢迎你来呀，欢迎你来呀，你来呀，来呀。杨队长是吧？杨文驰，杨文驰老师，对，确认是吧？确认，就三个问题就搞定了。现场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打开三号大门。师傅来了，江辉老师好，您好，走开，大哥，哎呦。